去的瞬间，认真的眼神，泛红的侧脸，就像丘比特放出那只爱箭，把你我相恋，哪怕是人狼恋。就这样的出现，像你我下的毒药，无可救药的爱恋，无可救药的爱恋。就这样相遇，最美的相聚，世界再大也没觉得有趣，而我不再会掩饰自己内心想法，像骑士一样，请你坐上我的白马。这是第一次写出这首 rap song， 希望你真的觉得是首 love song。 我已经爱你爱得像个白痴，也可以请闭眼，就让我们开始。无法遇见，就这样恋上了你，不知不觉坠入爱里，心的加速，我埋头在面具里，不得不说没办法忘记你。下包袱不要再蹉跎，无法遇见，就这样恋上了你，不知不觉坠入爱里，心的加速，我埋头在面具里，不得不说没办法忘记你。Thank you.
我的老把镜头给我，我吃个东西。啊，这么清楚啊！天哪！可以，你看。My God！ 是我跟他。他说的，他说占领了。话能信？老婆，怎么说？刚才说刚才我是最低分。我在开着呢。开着呢。啊，对，我说我不说，我说我能不能不说？我也饿。嗯。你就点餐呀，你点吃的嘛。今天有点吃的吗？这这么多吃的。你给他点吗？谁？你出来吃饭。五号。你求我呀。有个饭吗？你吃什么饭吗？有什么饭？宫保鸡丁干饭。人家不是，不是也没有。其实饭都不好吃，都特别难吃。就小吃还行。那有什么好吃？而且没有小黑人。他已经把那儿都吃完了，是吗？没吃。牛肉干你吃吗？你饿你又不吃，你就是神仙。大家好，我是飞儿，最早的那个集装店的会员，我们今天过来玩来了。后面有很多位重量级嘉宾，我就不说了，好吧，我就过了。好，请二号玩家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金信，我是从风起狼山这个鱼池过来的，今天呢也算开心一下。稍等，还没有开始。不好意思。还没开始吗？这有水吗？本君龙看能玩十二人。不能，因为太长了。十二人就。可以啦。那是他说的吧？好。二号已经要说三遍了。有声音。可以开始了吗，Y哥？可以了啊。大家好，我是熟为人知的金靖，我是从饭局狼人杀的这个鱼塘过来的。听说前两天马老师来被骗得不行不行的，今天我就来接他的班。好，谢谢。过三号。好，请三号玩家开始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大家好啊，我是刚接触狼人杀这游戏，然后今天被圈来了，然后被五号玩家给带来了，好吧，然后多多指教，谢谢。过。好。三号的 ID， ID 叫东庭，东方的东，家庭的庭。好，请四号玩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玉宅隐，然后刚玩狼人杀，今天争取不站错边，过了。好，请我们的五号玩家做一下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不是重点，然后来，等你被骗成傻逼好吗？好吧，六号发言吧。好，请六号玩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大家好，我是罗云熙。那今天呢，也是被这位美丽的女孩叫来一起玩。之前呢，其实有看过那个叫做什么 Panda Q 的节目，但是自己玩的次数比较少，所以说来和大家学习学习。我希望我今天能够拿到狼人牌啊，因为我觉得平民。好人阵营在这个板子比较弱啊，再加上我们又比较鱼，肯定就是那种被耍得特别厉害的那种，所以我希望自己能拿到狼人牌，好吧？那请我们的老大发言，七号。先切八号吧。
你都说一帅，不愿意跟你坐一块儿。特别愿意跟你。我嫌我脸特大。对。我操。有气场。听得见吗？听得见吗？这板子是好人比较弱是吧？好，我就是那谁，你们都认识。好人强吗？我就不说我是谁了。八号吃手怪，好人强，让八号自己介绍。啊，大家好，那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尤其是给那个五号六号玩家解释一下，那个四号呢是我尹哥，尹哥是出了名的老实人，都是被大家孤立的，他不会骗人的，所以那天晚上就你肯定听错了，今天下午可能是 JY 要骗大家，尹哥确实是老实人啊，然后就过了。该我了吗？大家好，我是滴滴，我是 JY 的小迷妹，好吧，今天来就是想跟 JY 一起玩游戏。啊，我记不住呀。我记不住。好了，过了。大家好，我是十号，那个我的昵称是 LGY， 没有办法，我的名字简写真的是 LGY，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游戏而生的。好过。Hello， 大家好，我是天天。好过，过麦。你这么快吗？切了那个镜头，上面的镜头，你不用管这个镜头，不用管。啊。啥？到我了吗？哦，大家好，我剑十一。自打上一次被我是七号的小迷弟，自打上次被七号骗了之后，我决定以后天天来 GYC 修炼，争取下一次不要再被他骗。好，过了。可以刀我无所谓，反正地下你们会救。今天我肯定帮你。你吃啊，你不点了吗？然后你不是挂一下。好了吗？你听一下，好了，应该大家可以听到我的麦声吗？可以哦，可以，我们游戏就即将开始了。何雨琛，然后我们今天玩的是玉女列白的板子。我赢了第一个，把这我这个龙队友照了。
二号肯定是狼，这个是个狼是吧？好，我们游戏即将开始，请各位玩家确认手中身份牌。请各位玩家正确佩戴面具，面具佩戴的规则为双手扶住面具的两侧，背部无法忘记你摘面具的瞬间，认真的眼神泛红的侧脸，就像丘比特放出那只爱箭，把你我相恋，哪怕是人狼恋。就这样的出现，像女巫下的毒药，无可救药的爱恋，无可救药的爱恋。在有生之年可以在这见你，希望不要花光我所有的运气。如果我是预言家，也不会厌你。即使你是老美人，我一样护你。是天注定，还是这缘分已经来到？好想像个盗贼，把你的心偷入我的怀抱。此时此刻也只能怪我过分着迷，不希望我们的爱出现什么扑朔迷离。我发一圈就这样恋上了你，不知不觉坠入爱里，心的加速，我埋头在面具里，不得不说没办法忘记你，无法忘记你摘面具的瞬间，认真的眼神泛红的侧脸，就像丘比特放出那只爱箭，把你我相恋，哪怕是人狼恋。就这样的出现，像女巫下的毒药，无可救药的爱恋，无可救药的爱恋。就这样相遇，最美的相聚，世界再大也没觉得有趣。而我不再会掩饰自己内心想法，像骑士一样，请你坐上我的白马。这是第一次写出这首 rap song，希望你真的觉得是首 love song。 我已经爱你爱得像个白痴，也可以请闭眼，就让我们开始。无法遇见就这样恋上了你，不知不觉坠入爱里，心的加速，我埋头在面具里，不得不说没办法忘记你。你说你爱我，现在开始警长竞选，想要参与警长竞选的玩家，在我倒数后开始按灯，慢按无效，三二一，对，按那个红钮，三二一，请亮灯。参与警长竞选的玩家有一号、二号、一号、二号、一号、二号、五号、六号、七号、十号、十二号。好，现在时间为7:55，由七号玩家开始发言。也是邪了门了。我自从来这儿，每次都是警上先我发言，因为今天我们首先特别感谢大家能够抽时间过来陪我玩啊，特别特别特别这个感谢大家，好多好多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朋友啊，三号就之前也不认识，所以就验了你啊，是张金水牌啊，我是张预言家，警徽留个11吧，好吧，再留个9，留个先11后9，三号金水，警下我觉得怎么也得出狼吧，警下5个人应该有1-2狼，啊，后面我看谁跟我对跳了，够了。请十号玩家开始发言。七号不要狼，七号是肯定铁狼，我这也是唯一原家，然后警察上警非常快，然后昨天晚上验了这张二号，因为在饭局狼人杀看过，就是非常就是钦佩，然后验了一下，如果是一个查杀牌，好吧，然后二号一张狼人牌，一会儿看你怎么表演，就看你是不是
就是做七号的补位狼牌，还是说你那个就是想要跳一个什么身份，然后逼一下真的神现身，好吧？然后七号这里不退水，然后过。好，请十二号玩家开始发言。那你十号玩家出局啊？我昨天验到二号是张金水牌，那我觉得七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外哥又骗人。他起来他跟我说这二拿狼了，我就说那我信你一回，我去摸摸他是个啥，一摸是张金水牌，那我当时摸完之后盖着面具，我就在想那可能七不太好，七一可能是个狼在明二身份，好吧，你是我的金水牌，那你十号玩家准备出局吧，因为我验二十张金水，那你给他发查杀啊，那没得说对吧，那你是出局。锦辉流的话啊，我去留张三吧，我就两张都留井下，一张三一张九，好吧，你们如果是狼的话给我挂一票对吧，我先不排你们，如果是好人那肯定得给我，如果你们要局气的话想给这个十冲那就给十冲嘛，无所谓我不管，然后的话后置位的话还有一五六在井上，再听你们聊嘛，那你十号玩家没办法，我其实蛮不想等，其实我第一天闭眼的时候我就觉得七可能是个狼，当七起来跟我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歪哥要跟我喊跳了，直到他呀他居然还直接那个干嘛把警徽放弃警徽了，那我再去盘了再听他井下聊吧对吧，那你们后面聊嘛，警徽流就先三后九十出局过了。好，请一号玩家开始发言。警徽流先九后四二号查杀，二十十二三张狼牌，不是昨天拆睁眼的时候是这样的，歪哥说我米二像张好人，歪哥说二摸狼了，那我就摸一下二，二如果是好人那歪哥就咔咔咔咔咔就 P 掉就 diss 掉，结果摸二是张查杀牌，那面前讲我米错，那歪哥应该可以保，那十号玩家这那歪哥发的三号玩家应该是张好人牌啊，他炸身份发的是对的，二是我验的查杀牌，我就抿错他身份了，然后我拿着张预言家引哥这张牌，为什么要验呢？跟他白天跟他互动贼多，说我摸狼这那的，当时我觉得二，我觉得抿像好人，我觉得四七两个人像两张狼牌，当时我这么认为，结果验出二是个查杀，那七我觉得是好人了，所以呢我要验一下九和四，盯一下井下的人大概率是什么样的格局，这是我目前的想法，你十二这时候出来就悍跳了对吧，然后你跟十的格局我先看不明白，所以呢我十呢这时候就先不验，因为我觉得退水你们俩怎么着也得有一个退水的吧，退水然后聊赶紧拍身份对吧，我觉得不可能有两个狼跟我在井上刚吧对吧，二是我一张查杀，今天初二今天这不是哎不是这个怎么不太好意思，因为我当时我想用你直接通过你的身份来把歪哥拍出去，因为这人太脏了我想怼他你知道吗，但没想到验出你这位那歪哥只能保了，这个没办法实在不好意思，这怎么办呢，那就二先配合先出局吧，反正下把到时候我就要是狼我就自爆了对吧，就让您多玩一会儿，要好人的话是不是大概就这样对吧，反正这把我是冤家您得先出局了，那没办法这游戏是这样的好吧，先验九再验四，先定一下井下的格局，井上人我觉得大家应该对这游戏怎么着也是会玩的吧，最起码能聊干净自己对吧就完事了，我是张冤家先验九再验四，二是我张查杀牌，十和十二我认定他们哪怕是两狼也得有一个人退去啊，这就是我的想法目前啊，我觉得七是张好人牌啊，过了。好，请二号玩家开始发言。过了是吧？真的是不知道我的手气，我拿了一张预言家，然后我昨天晚上摸的就是你这个一号，因为啊，我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摸谁，大家我都不熟，除了七号，但是七号是个老前辈，一上来就摸人家不太礼貌，是不是？我就左右摸，然后一号呢在闭眼之前非常做作的跟我说，哎呀，金老师，你要是有什么情况，你就拍我的腿，我就配合你打，我就说我不拍你了，我直接摸你。然后呢，你是铁狼啊，对不对？你已经是铁狼，我再说一下十号。和十二号，因为其实刚刚十二号出来说，十号查杀我，然后十二又出来保我的时候，我其实是怀疑十二号的身份，因为我不知道十和十二谁跟我喊跳，七号已经退水了嘛，后面我就先不聊，没想到你们啊，然后十二号这么肯定我是个金水，我就狐疑了一下，但是他现在退掉了，我就觉得，我就说十号你退不退？因为我是真预言家，验了一头狼出来，而且我再聊一下我自己昨天晚上的心路历程，幸好我是个预言家，不然。
然我就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面具啊，我塞得太牢，差点把自己闷死。然后他说预言家，我就赶紧先放下来，深吸一口气，然后我就看这一号。然后这是我的心路历程，聊得非常的饱满，然后我也抓到了一头狼。然后十号现在还不退水，那你就是铁狼。OK， 好，五号和六号看你们的表演，谁来跟我对跳 ？Go， 五号加油过。好，请五号玩家开始发言。不是，二号，你为什么觉得我会跳呢？首先，我觉得这个十号在我这儿肯定，十号退水了。那十号在我这儿的身份肯定是不做好的，因为他一上来就直接说，哎，那个 JY 你肯定是个狼，那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能是战神？他为什么不可能是女巫？昨天晚上救了三号呢？而且你发的是二号的查杀。那他给三号发金水跟二号没有任何关系啊，为什么他就一定是狼呢？所以十号在我这身份不做好。这个十二一二三个人在这跳，说实话就发言一号在我这是比较不好的，十二号跟二号我要再分辨一下。但二号你为什么就认为后面还有人要跟你对跳呢？因为一号现在还刚在井上呢。好吧，我这里是一张好身份，但是我觉得 JY 起来这个发一波金水，哎，我不聊他，我也不知道他什么身份，我是一个好人过。好，请六号玩家开始发言。六号日常上行，好人一个，就是表表水，啊，听了那么多的发言，所以有点懵，然后我就只记住了一号他留的警徽流是九四是吧？二号你留的警徽流，我好像没记住，对啊，他好像没留，所以说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是警？你是没留对吧？那我没有办法相信你了，那我相信一号吧，我六号表表水，我是个平民啊。就让我多活一下嘛，我就想多发发言，虽然是废话，但是不要那么早死，好吧？然后你二号不留警徽流的话，那我就只有暂时站一号的边，我看你们下面的人怎么投票吧。你们要投给二号不留警徽流的这个警长，那我觉得你们三个人都可以标粮打了九十三四四个没上警的是吧？哦，九八三四，看你怎么投票了吧。我觉得你们这样还能投给二号不留警徽流的，还是那就是你自己失误了，玩嗨了是吗？那我就先暂时站一号的边吧，好吧？五号你分析的我一句没听懂，那就对了，那就对了是吗？好过。好，所有玩家发言完毕，人在井上的玩家请亮灯。人在井上的玩家有一号、二号，退水玩家不能投票，其余井下玩家在我倒数后开始投票，慢举无效。三、二、一，请投票。上票给一号的玩家有三号、四号、八号、九号、十一号。一号玩家当选警长，二号玩家把灯灭一下，就把灯。那你们都把灯亮一下，我亮一排，行不行？好。昨夜九号玩家死亡，请留遗言。我是一张白纸走的，好吧？就我上票给一呢，那双鼬女我肯定就不能跳了。上票给一呢，为什么？因为你二第一警徽流没留，第二这一在这个位置准确的给你二发张查杀牌，那后置位五六。那你为什么会说五六你们会不会起跳呢？那你认定一是张什么身份牌呢？那五六里面怎么得开狼呢？那前这位这个十给你二发个查杀，你对十又是什么定义呢？那他如果是个狼，准确的查杀到你要一张预言家牌，他又放手了对吧？那你只能认他是张好人牌。那一在这个位置给你发个查杀，那五六里面肯定得出狼，所以警徽流必须从五六里面打对吧？这就是我上票给一的心路历程。我觉得一聊得像个预言家，好吧？井上这么多人炸身份我不知道，但这个十前身告诉我七铁狼，但是我觉得十是个狼。我觉得歪哥像个炸身份的，因为他告诉我七铁狼的时候，我觉得三可能是发对的一张金水牌，但这个十放手了，好吧？总归我是想信一是个预言家，好吧？我是张白痴牌走的，好吧？我不希望后面谁再穿我衣服，谁一定是张狼人牌，好吗？过了，过了。好，请警长选择死左或死右开始发言。好，请十号玩家开始发言。十号这个是一个日常上警的牌，不管什么牌都上警，然后就是玩一波。然后吧，就是其实一二里面就是我觉得肯定是开预言家的。七号这张牌就是一发言，我就觉得
七号牌就不像是真的预言家的发言。然后就是我要是炸身份，前置位只有一个人发言的时候，我肯定要标他铁狼，就是标他铁狼，就是来做我真预言家的视角，然后炸身份嘛。因为我觉得二号牌就是被我炸了之后吧，我觉得他那个表情就是有一点点紧张，所以就是感觉不太自然，所以我炸一下二号身份。我觉得二号发言确实不太好，但是就是一号他也有一点点奇怪，就是在十二号就是给二发金水，我给二发查杀的情况下，他觉得他把我标狼，就是在你的视角，就是你查杀到一匹真狼，就不管我是狼还是就是狼踩狼的板子，也应该是就是往后盘的。就是在你的眼里，应该是对十二号的敌意比对我十号来说要重一点，但是你就是这一点有一点点奇怪。但是就是一二里面我是稍微认一号的，但是这个票型实在太可怕了。我觉得如果有就是狼，就是至少就是大部分的来说啊，井上两匹狼，井下两匹狼，井下应该是至少两匹狼的。就是要么就也不可能一狼没有，就一张票都没有上给这张二号牌，就因为他背了两个查杀嘛，就票型有点可怕啊。然后这把我觉得就是听一下就是七号发言吧。我觉得就是七号这把牌不像是一张狼人牌，因为就是太过就是从容淡定了，好吧。过吧。好，请十一号玩家开始发言。歪哥发言永远这样，永远从容淡定，对不对？然后站边这张一号牌为什么？首先六号牌已经说过了，二号牌没有留警徽流，这点是比较硬伤。然后就十号起身给二号发了一张查杀牌，我听十号牌的发言不像是悍跳的一张牌，在我这儿就是应该是炸身份的。就即使这张狼人想做，就是想上警干事情，就即便他退水了，我觉得也是做身份的一张牌，他肯定那个发言不是悍跳的。然后十二号在我这发言就不是很好了，就十二号我不知道你对前面七十不太定义，然后你起身给十号牌发的查杀牌丢了一张金水牌，然后你就退水了。我觉得十二号在我这儿不是很好，然后我觉得你考虑一下十二号有没有必要验一下。如果说你想听他发言，如果觉得好，然后就如果觉得还能挽救就验一下，如果觉得不能挽救你就听他发言，如果很次的话我觉得下一轮可以推。然后五号牌我觉得还行没有，我刚一聊到这张五号牌，然后在对面瞪着眼睛看着我，哎，贼好看，我就不忍心说他了。然后我觉得十二号有狼面，我这里十张好人牌，好吧。然后九号牌我觉得像是一张白痴牌走的，我觉得不像是一张狼人牌，然后刺刀了，然后女巫没救的，穿了一个白痴的衣服，我觉得不像，我觉得肯定是张真白痴走的。神牌积极身份吧，好吧。然后你的警徽流，你最起码还有两页验人嘛，你要留两个警徽流，因为女巫牌肯定是在场上的。然后九号牌认了一张白痴牌走，反正女巫牌肯定在场上，留两页警徽流，我感觉你的警徽流挺重要的，你这一页就要留两个，因为下一页如果有狼人自爆的话你可能会说不出来话，好吧，我过了。好，请十二号玩家开始发言。我觉得可能现在在场只有我能看得清形势，我要站边这个二，我觉得二是张预言家。为什么给二发金水呢？因为我觉得二是张好人，那么你十在那个位置给二发一张查杀，我觉得你十不好，所以我在这个位置就跳一张预言家给二发金水。那二一给二发查杀，当时玩愣了一下，因为一这个人有牌坊，常年不悍跳的，然后到这个位置给二发了张查杀之后，二起来跳预言家，我就赶快退水，因为我觉得二是。那我点点，我觉得这把下来狼坑差不多该齐了，我觉得七得是一张狼，十可能不是，然后呢十一得是张狼人牌，对吧？为什么七？先说为什么七是一张狼。七起身他不是张预言家牌，他直接给三发张查杀，然后我觉得歪哥大概率是他跟三玩的少，起身给三发张查杀，然后去抿三的身份。因为讲道理吧，比如这个八啊、十一啊、十二啊、一啊、四啊玩的比较多，看看一些面相什么，大概率就知道身份是什么了。那不知道的话他就只能去
不知道身份的人只能通过去炸身份或者去聊他去得出来他身份。那么你看剩下的跟歪哥玩的少的人没聊的有谁？没聊的有这个五，没聊的有这个九啊，九可能第一天砍了他，所以不用去聊。还没聊的有那个六。那么这么下来的话，我觉得狼坑可能是七号、五号、六号和这个一号，因为三号啊是歪哥去单门去聊了一下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三大概率是张好人。那你十一起升的话，你觉得我十二不好？那我十二是给二发了张金水，但我退水了。那讲道理，今天说来说去也不是我的轮次啊，今天的轮次是一信一出二，信二出一啊，对吧？那我在这儿就改一下轮次。你们觉得一是预言家的出我十二，好吧？你们觉得二是预言家的出一，因为我觉得我的命没有预言家重要，预言家留在场上能验两天人，我一张屁名牌，被扛推就被扛推吧，反正女巫有药。那你十一不好，好吧？十一还在这个地方去找女巫，人家九号都说的好好的了，你女巫在外置位藏藏好就行了。你十一还在这儿说九有没有可能是一张自刀牌，在这儿跳什么？你不就明显找女巫吗？所以我觉得十一不好。那五个坑位，五六七十一，一就不算了，一是一张铁狼牌。那剩下的四个坑位出三狼，好吧？那你是我重点去听听五六发言，我觉得你们最多能容出来一个容错率，就一张好人牌给你们填坑，然后我觉得剩下一张可能就是狼了，好吧？三号，我只场上我真跟只和三四八对话，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好吗？今天请跟着我十二号站边这个二号，把这张一号推了，女巫啊，晚上一没倒牌，直接就把那个七毒了，我觉得大概率就这样子了，所以我觉得这把我大概率可能。carry 了，对吧？是不是悍跳了，是吧？牌坊要破了，是吧？请注意发言时间。我觉得一得是张狼，好吧？一五六七十一，这五张牌出四张狼人牌，我过了。好，请一号玩家开始发言。就是十二号玩家这么那个站边您，你觉得有没有机会上什么饭局狼人杀之类的？那带带人家，对吧？你看到没？吹捧了半天没用，你知道吗？不是干嘛呢？二和十二俩狼吗？不是，我先跟你们说，我先说一下我定义吧。当时啊，我定义十和十二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十也不是，先说十二，十二是歪哥发的三金水，兄弟，把发言先记住了再聊，好吗？十号玩家呢发的这个二金水，那他是张狼牌，你发给他一张这个金水牌，我觉得呢是两狼的格局。你发了他金水对吗？查查是吧？查查啊、哦，那可能我记错了，你们两个发言记混了，但是歪哥发那什么？改发言狼牌，然后呢我说验二的逻辑你们应该也明白了，当时白天有一个二和七的那个互动嘛，所以我是想怼七，间接把二身份弄明了，对吧？好人牌七就出局，凭什么敏才是狼，对吧？这水平的人敏二二十张狼牌怎么可能，所以呢姐就不好意思了。我呢这个人情商也比较低，不像十二号人会吹捧，当然了这狼队友挺那一手我觉得也挺开心的，好吧？今天您先出局。为什么这么发言呢？因为我认七十张好人牌，八呢这个位置再听吧，因为也没有办法，死的是九，我想着七帮我最后再聊一聊归个票，对吧？我认七十张好人，三一定是个好人，因为逻辑关系上是七发对了金水，然后你十和十二这个位置一定有出一张狼牌，当时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七如果发错了一张这个金水牌，狼队这个格局一定不会有两连起跳吧，两连起跳，只有其中有一张好人牌或一张狼人牌不知道这个七到底是个啥，发的到底是个啥，所以他才跳起来，是不是这道理呢？对吧？当时我说你十和十二里边一定得有一张退水的牌啊，对吧？不可能俩，就算是俩狼也不可能都在刚刚顶上跟我喊跳吧，结果俩都退了，二起来了，那我觉得你们当时有一个板子崩了。那九正好死了，那这样四号警徽流挪到第一天，然后呢十号你留第二天，这个已经不用管了 ,OK 了，这 OK 了吧，这挺好了，你要是好人就到时候就接警徽了，对吧？然后九号死了是认张白痴牌，其实呢我想要这么着，今天出了二女巫晚上直接出毒，其实也不行，还是如果死是我就救，如果死不是我你看情况吧，我觉得可能今天晚上没有有狼自刀什么偏药之类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好吧？这把这个东西先说在这儿，请注意发言时间。先那个您聊吧，我
不是故意对您的，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是吧，不是故意的，您原谅我，我是个远景，您出局吧，好吧，我过了。好，请二号玩家开始发言。我来说啊，我来仔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留警徽流，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饭局狼人杀常常玩的是九人局，根本没有上警，而且我一路上还看了一遍 Panda Q， 我完全忘了警徽流这件事情，因为我拿到预言家我太紧张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我就是说啊五六准备起跳，我又紧张的忘了一也跟我对跳预言家，因为我已经默认他是狼了，我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这是两点。可能力挽不了什么狂澜啊，但是我非常就是非常阳光的一个状态解释，我真的是预言家，然后呢我也是不知道验谁，所以左手右手就选验了一个，验到一号是个狼。然后你说十二号哥哥能不能上饭局，我摇手是因为他的水平太高了，他看出来我是个真预言家。因为我们饭局狼人杀呀，就是像我这样水平的人玩玩，您水平真的很高，所以呢您绝对来不了我们那个节目。而且呢我非常认可你说的，哎，任一出十二，任我出一，我非常认可你啊，你的一命换我一命。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刚刚说的，你说你验我的原因是因为在闭眼之前二七有一波互动，你这个话说的非常的不到位，明明是七单方面对我的二的撩，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回应他，然后你用这个点出来验我呢，我觉得你的这个心路历程不饱满。好，我没有留警徽流是我的失误，我现在留一下可能有点来不及啊，我去说一下。我刚刚听下来呢，我是觉得一号眼里好像他就聊了很多关于十的问题，所以而且他还把十放到他的第二个警徽流。因为呢我也常看桃子姐姐玩，她说狼人悍跳，她常常会把自己的狼队友放到他的警徽流某一个位置，所以呢我可能会验一下十。而且我真的是一个预言家，我就是现在非常平静的跟大家说我是真的预言家。而且那个票型非常奇怪，因为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新手，可能发言有一些失误，你说我要是真的准备好悍跳，我起来发这么一波差的言，至于吗？ OK， 你们可能觉得很有可能是不是，但是我如果我想好要悍跳，而且我是新手，我上来就不会准备这样的发言，所以那个票型很奇怪。所以我觉得井下大多应该是出狼的，但是我有点记不清楚谁给我投票了，我记得是八九十是吧，啊，不是谁给一投票了，对，我反正有个十。所以呢如果我还侥幸活着的话，我应该十上警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这脑子怎么办呀，让我想想啊，我还是会验一下十，因为我觉得一对十的对话有很多，所以呢我觉得十比较可疑，好吧，我也不说什么了，我就是个预言家，请注意发言时间。我也认出了如果我因为我发言的问题，但是十二号同学那个方案非常好，如果姓一的话就出十二，姓二的话出一，好吧啊，过了。好，请三号玩家开始发言。首先那个开局的时候，七号给我扔的金水，不管他是不是预言家，这个金水有杯啊。首先这个金水有杯，然后第二呢是说我也是新手，因为原先也很久没有玩这个上警徽这个套路。然后三呢是跟那个二号说一下刚才的投票票型，投票票型呢是井下一共有四票，全投的是一号，分别是三四八九四个人。我要是金水呢，九已经首页被杀了，也就是说一个四和八，然后四和八呢这两个人身份啊可以研究研究，可以搞一搞。但是我们又想一个问题，刚才四和八号投的是一号，就代表是赞同一号上奖，然后呢十二号一直在帮二号掰票，一直在帮二号掰票呢，最后又聊到四和八说 OK 四和八你们是好身份，然后应该相信二号，然后这个我就有点搞不懂了。至于别的暂时没看出来，日常过吧。我觉得，好，请四号玩家开始发言。我觉得三号有一部分思路跟我一样，就是其实我看票型挺奇怪的，那会儿我还不确定这个一跟二哪个是预言家，然后但是这一轮发言到这样了以后，我觉得十二得是一只狼了吧，然后这二得是一只狼了，就是你十二是一个井上的，然后你说三四八都是好人，然后三四八都在井下，这个井下不出狼吗？你难道觉得？然后你去救那个二号，我觉得二号的发言其实第二轮还不错，但是你最后认出了，我认你是一个狼牌了。然后并且我觉得其实我要是单论你们一跟二，我是分不出你们谁是预言家的，但是我觉得十二号发言太爆炸了。我觉得十二号得是一只狼，我今天肯定不信你十二号了。我觉得十二跟二都是狼，
然后我跟一号预言家说，我觉得十号有可能是一个好人。十号是在那个位置，他给了二一个查杀，然后这二也是你查杀的，对吧？十给了二一个查杀，然后到了十二起跳了以后，十二肯定是认为十是一个真的预言家，所以十二起跳了。然后呢，然后到那个二号起跳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十二是懵逼的，他没想到二号还会起跳，他其实是想救二号的。所以在这块十二号最后被迫退水，但是十号也退水了。我觉得十号的行为像是一个好的行为，然后我觉得十二跟二应该是两匹狼，然后我是一个好人。听五号玩家发言吧，听说五号玩家把我严杀了。好，请五号玩家开始发言。是的，本来觉得你是一匹狼，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发言吧，既然你能打这个十二号，那我觉得你大概率先认你个好人啊，先不严杀你了。这个十二号打五六七十一四张狼人牌，哎，不是五六七十一四张狼人牌，那这一号二号去哪儿了？然后还有一个，你说全场他这个十二号他全场打了一遍，唯独不聊这十，十在你眼里是一张什么牌？因为我说了十号在井上的时候的发言就很奇怪。然后刚刚井下的发言是什么？他说他认为这个一号二号里面肯定有一个预言家，那我们五六七也在，十二也在，所有人都在井上，那为什么就一二两张牌就出预言家呢，而不是这几张牌出预言家呢？所以这是十号不好的一点。所以然后这个十二啊，这个十号不好的点，这个十二一圈聊下来就不聊这十，那我觉得他们俩是认识的牌。但至于这到底谁是预言家，其实我还是没有分清楚的，但暂时认你一个好人身份是吧。那这十二号打五六七十一四个人，那至少得这六七十一得是好人了吧，我是这张好人牌，但是狼坑我现在也盘不出来，过。好，请六号玩家开始发言。就是金靖啊，二号同学，就你这个发言就不像个好人。就是你如果是一个预言家的话，你的状态很阳光是一点，但是你要带着好人走向胜利，这个是你的职责，对不对？你说了那么多，你只是在让大家相信你是预言家，但是你没有给好人任何线索。你这一把你就一定要怼死一号，因为你说你是预言家，你昨天晚上验了一号的，他是一个狼，对不对？所以你就不管大家相不相信你，你就说你不能赞同十二号的那个观点，什么信一出十二，信你二号，哦对，信你二号出十二，然后什么信出一，是你是预言家，你必须要这一把你昨天晚上验的这个狼给推出去，对不对？对吧？但是你刚才没这样说呀，你还跟我点头，是不是？所以十二号这样子去掰这个二号，帮这个二号掰票，那十二号肯定也是有问题的。你说你刚才在井上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观点，说你要去觉得二号是一个预言家，但是你说哦，对你发言，你井下发言的第一句话是我的视野现在已经很开阔了，我觉得二号就是一个真正的预言家，这是你发言的第一句话，但是你没有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视野。你没有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野，所以说你就我就感觉你很显然就在帮二号掰票，所以我现在两狼就是二号和十二号。那这一局呢，我会把票在二号身上。如果说我站错队了，那就是抱歉。但是我是一个名啊，我还是表表水，我是一个好名，但是我不想丧失我这一票投我唯一一个能够投票的权利，对吧？所以我想把票在二号身上。那预言家你留的警徽是四，对吧？第一张是四，然后第二张是十，好像是。然后我觉得四号发言也不错，就是有在真正的去分析局势。但是二号这张牌我是真的要出你了，因为你说你井上的时候没有留警徽留，井下你要留警徽留了，但是你没有警徽，你留了也没有用，明白吗？嗯，接歪哥，听听你的分析吧。我相信你，好吧，过。好，请七号玩家开始发言。我觉得六是好人，六是我听了一圈唯一一张能保的好人，我觉得你是好人，但我觉得你站错边了。我觉得二是真预言家，也有可能我站错啊，因为是这样，首先我找不着二的狼同伴，我这张猎人牌我跳出来了，我这张枪，为什么要跳张枪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们，到现在为止全场都没有人要站二的边，除了一张十二，但我觉得这张十二站这个二的边，这个人又不太好，就是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因为十二的发言来去定二的身份，来判断一个真预言家，你就听他的发言就可以了。我反正啊，我觉得我认识金靖，他就是不会留警徽流的。我跟他玩，以前玩过，以我对他的经验，我觉得他今天这盘就是超水平发挥。他的发言我就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的发言。如果你修炼了，那我认了，我站错了我认了。但我觉得二像个预言家，一呢我对他要求会比较高，相比较一二的发言，我想站二的边，我想出一。因为你要说逻辑，我这个人玩狼人杀从来不盘逻辑，我觉得逻辑这个东西真的没用。我奉劝各位，如果你们不确定，你们就压手别投票。这个游戏不是必须要投票的，真的，这个游戏真的不是必须要投票的。如果你不知道谁是真假预言家，你就别投啊，看看嘛，对吧？反正女巫也在，所以我觉得，反正我是想这样，因为到我这个位置了嘛，我觉得十不好。十这个位置呢，你是说你想占一，但是这个二也有什么什么，就但凡这种怎么说呢，两边都占一点的，我觉得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十这个位置不好。十二这个位置，那就看他票型，看他出谁。我是想跟二站边啊，我真的觉得二的发言，至少平时我们以前在饭局玩的那几盘，我觉得你比那个强了十倍，所以我就想跟二站边。我这张枪，我一定是好人了。但是你们也不用通过我而选择站谁边，因为我跳枪只是告诉你们，首先我是好人，其次就是我在二的团队里面干净的。如果你要说二十二双狼，那还有狼同伴的就勾去了，也有可能去倒钩了。那我觉得六十张好人，我想出一。就说这么多吧，好吗？我想跟二站边出一，过了。好，请八号玩家开始发言。八号发言，我先跟你一号对话。你知道什么叫农夫与蛇吗？是不是保了七号了？七号现在调一枪，我不太信，因为你在末支呗。就是七号怎么发的言？我肯定是个好人，因为我是猎人，就剩我一个八号了。你只要我八号不是猎人，在新手眼里边你就坐实了猎人的身份了。然后你号票把一号给出了。二号在我这怎么都做不成一张预言家。我跟你说，七号的，就是我觉得你最可疑的点，虽然你调枪了，最可疑的点在六号牌。六号牌是井上就开始给一号号票的，然后井下又把要出二，然后你对六号是无限容忍的。然后五号牌我觉得还不错，五号牌全程在吃东西，就根本就这局游戏跟我没关系。哎，你妈，哎呦天，吃口牛肉干，哎呦这西瓜也不错好像。所以说我觉得五号牌就是，我感觉就可能是个民了。然后那个四号特别的奇怪，就因为是这样啊，井上的票型是这样的，我们八九三四上票给一，就全票上个一，然后其中呢，实际上六号是占一的，六号他是给一号号票的，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奇怪，因为我觉得四六里边应该出一个倒钩狼，然后二号在我这怎么都就是我实在是没法认，就是我绝对没法相信一个人不留警徽流他能是一个预言家，那如果就抱歉，虽然那二号是。大明星朋友来了，对吧？但是十二人版的不留警徽流就没资格活在场了，可能。所以我这票一定挂给二号，然后三号就是我三四八九，那就咱们四个嘛，对吧？九号，咱们先聊九号的身份。如果九号是一个狼，然后得知女巫没救他的时候，第一反应直接调一个白痴，我觉得那就九号有点太厉害了，对吧？而且前置位挑白痴没人拍的，我觉得九号那肯定是一个好人，肯定是明白痴走的，对吧？那就咱三四八里边批，我八号是一个民，但是我是一个特别刚正不阿的平民。然后三号比较奇怪，三号是站二号的，然后没说什么，就是我没什么理由，我就是站二就过了。然后四号，我觉得就是以影哥的配置吧，有可能是打一个倒钩狼，我觉得四六里边应该产一个倒钩狼。所以我眼里边的蓝坑是二十二，然后如果下一轮有猎人的话，就把七号这个腿就给他吹进土里，好吧？我觉得七号不像猎人，如果就是前置位有猎人的话，下一轮就跳出来勇敢起跳。我觉得七号像是一匹狼，那就是二十二七，然后四六里边出一个狼或者三号，就三四六。如果就假设咱们因为七号他保六号，我感觉特别的没有逻辑，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六七双狼。如果六号是一个好人牌的话，那就是三四里边开一狼，因为三号特别的怪，我觉得三号狼面应该是比四号大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二三十二七或者二三十二六，然后听听下一轮怎么聊，好吧？因为我觉得六号之前就你上来就给一号号票，然后又这么强势，我觉得你怎么也得带点身份吧。然后认了一个名还给大家表水，我觉得你要不是女巫，那就可能就走远了。我觉得七号真的不像猎人，好吧？在我眼里，蓝坑就是二十二七，还有三，或者说是，二十二，就是三六七里边产两狼，我觉得四号，再听一轮，好吧？我末置位是我是上票给二的，然后听就过了。好，所有玩家发言完毕，警长请归票。警长归票二号，所有玩家在我倒数后开始投票，慢举无效。三二一，请投票。上票给二号的玩家有一号、四号、六号、八号、十一号、十二号。上票给一号的玩家有二号。好的，然后上票给八号的玩家有。十号，二号玩家出局，请留遗言。好，我来留个遗言啊。我觉得的一肯定是我验出来的铁狼，然后我觉得剩下的三批应该是在十八和四六里面，因为我先回一下六号说，我作为一个预言家，我带领大家走向一个清晰的局势是我的责任，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水平，预言家对我来说是个枷锁，好吗？现在呢，我终于也功成身退了。然后呢，我在刚刚我发第二轮发言的时候，就是井下那轮发言，我说到我发言不好，我认出那个。这个时候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就想到后面肯定会有人拿这个点来打我，然后四号果然就拿这个点来打我，而且我觉得四号他会，我为什么觉得四号有狼的感觉，因为他是说我觉得二号第一轮井上发言的确是有点跑偏了，但是第二轮发言还挺好的，然后但是就是会拿这个点来打我，当时我心里就想，这个点就是，我就心里就拿这个点打我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有可能是狼，然后你就用这个点。然后六号呢，我觉得他也就是中规中矩的，就是按照一个预言家该做什么。然后如果我没做了，你觉得我是狼，所以呢，而且你是比较，因为五号他其实还是不是分得很清楚一号二号谁是预言家，所以我认他可能是好身份。然后我觉得立场比较坚定的，然后会认为一号就是预言家的，在我这里都有狼的嫌疑。然后你给的几个认定我是狼的依据呢，就是因为我没做到预言家，所以你在我这里狼面偏低，但是也是可能是出狼的。然后八号呢，我觉得一看就是心慈面善，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依照我这个发言，你一定认为我就是一个新手好人，但是你这么坚定的帮一出来打山洞，我觉得你肯定就是铁狼，因为我觉得你是不会这样对一个女孩的，这样你一定是迫不得已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是狼，你必须得帮一号打山洞。然后十呢，是因为我觉得一号跟你的对话比较多。然后七的身份，他既然挑猎人了嘛，然后我也不去盘他。十二号，怎么回事？你一辈子都别想上饭局，举起手来都没有你，还敢跟我对视？我拿预言家，我把把查你，我拿狼把把刀你。话就放在这儿了，结束。好，二号玩家遗言结束，天黑请闭眼。昨夜双死，六号、八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请警长选择警左或警右开始发言，十二号或者三号。
请十二号玩家开始发言。哎呀，不是二，你是个狼，为什么有这样子发言呢？因为我是个猎人，对吧？那你七，你得先点的是那个玫瑰乌龙是吗？首先说一下是为什么这么发言，是因为玩这个游戏，我觉得你们全所有好人全都站对边站一了，我作为一张神牌，我觉得我应该尽下我的职责，对吧？就是所谓的钓鱼执法一下，然后就在这个位置去站边一下这个二号，然后看看谁站边二，那歪哥就上钩了嘛，歪哥站边了二了嘛，然后他在这个位置还举了票一，那七是个狼，八为什么吃毒？我觉得女巫这个毒药开的有点莫名其妙，我觉得就算是毒的话，也应该去五六里面去毒，对吧？不应该去毒八。八首先为什么你们肯定会去说啊？你们怎么不觉得是七六吃毒，八是女巫呢？因为八都认一张平民牌了，那他肯定不是女巫，那就一定是六是女巫把八毒了，对吗？那你总不跟十告诉我你六倒派你不救你把八毒了，我不信，好吧？今天出七，好吧？然后或者出我十二，我把七开了。我觉得七的话开了七，我们女巫的话不管在不在的话，那至少哎不行。出了我，万一六十张女巫牌倒牌，我开枪把七崩了，那还有一张狼人牌，那晚上倒了一道一也是游戏结束。毕竟我们第一天是亏刀的，第一天我们砍了。哎呀！放吧，哎呀，说爆了，那就是第一天砍了九。哎呀呀，怎么能聊爆呢？哎，不是，明天不是就亏刀了。我们狼队上了开刀了。我们有几刀？我们有。现在你爆了两刀。我们还有两刀，那就砍歪哥嘛。不是，等会儿先好我你先这么着。你们先想好了。先十后七，完事儿了。读八也就能十读到八了，因为十举的八。那先十后七吗？先十后七应该就结束了。那哎，不是，讲道理，他应该去救救六，万一六十张好人牌的。我当时觉得三十张女巫原因是因为九死的时候三直接就直勾勾盯着九看，我觉得可能吃那个夜里血。三肯定不是，三是平民。十摸牌就是神，我手到十。那这么着吧，还能单票挂我八，要不就拍了。不是，你要不聊爆拍的话，拍就先十后七嘛，本来我想先推七，应该先十后七吧。六项的原因是因为。全程聊的时候六特别正经，然后感觉不像五，像五的话就是比较轻松。他因为他觉得所有人都站对边了，但六的话给我的感觉怎么着？那就先十后七。宁哥，咱商量一下，就先十后七。啊？跟我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啊？不是。那怎么着？就先十后七吧，拍了吧。那就先十后七嘛。先十后七嘛。嗯。哦。那个好人阵营获胜，那完了，那没有。我现在对你说，我举的八，八是铁狼，三是女巫啊，是吧？我说三像女巫，我没有。哎，不是哥，我真的说三是女巫像女巫。给大家，对，我说给大家复一下牌。哎，我怪我聊爆了，不是，我真一号、四号、八号、十二号，女巫为三号，预言家为二号，猎人为七号，白痴神为九号，平民牌为五六十十一。第一天夜晚，狼人刀中九号白痴牌，女巫没有使用解药。二号预言家查验一号为查杀牌。第一天井上竞选环节，一号悍跳狼成功拿到警徽，紧接着狼队成功将真预言家扛推出局。第二天夜晚，狼人刀歪六号，六是平民牌。那你后面写什么呀？那是白痴是九呀。对呀、啊，然后刀歪了，刀了六，然后女巫开毒，毒了八，然后那个狼队就起身就开始拍刀了，结果拍歪了，因为三是女巫，没有拍对。哎哥，我晚上说，我说三就女巫，我说三女巫，女巫。
然后他们说没有想你是主播，啪就给你砍了，你知道吗？我是那个写在手机上。哎、不是你能不能替我掰一波，不是我的问题。好，替我说一波。你说我晚上说了三女巫，他不信。好，那个飞客晚上说了三是女巫，但是他们不信，所以他我不知道他为啥不给你上。我这样，我马上，我叫他们马上给你拿一杯上来。我坐在这。他在这儿，他也做过了，一出二出，他要跟我激啊！唱歌，又唱什么呀？我要给静静小姐姐拿一个喝的，她的喝的还没有上。凤凰传奇可还行？没有，我给二瓶狼坑的，要不然二狼坑不够。我真的好紧张。哦，我有点感冒了。最后一个发言，不盘狼坑，然后也不盘跳行，就死顶二号，就盘就踩二号的唯一一点就是他不留警徽流，而且二号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他也不盘警徽死人二号是狼，不是狼是什么？在两个月大家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必须出八号。不是。你怎么能出到八？因为你发言太爆了。墨那个微博是美丽的美，墨水的墨，然后两个下划线。对啊，这边不是说了吗？你要不接点奖金你就弃掉。但是我盘出来你八是狼。我靠！我已经那么明的狼了，我天！对，你太明了。我打了哪个位置？你最后一个发言太爆了。不是，那我靠。天天，那个刚下给下的那个东西一直不上，怎么办呀？一直没上吗？对啊，怎么办？给别人了呀？对啊，可能给别人了。对啊，为什么呀？那你信够五六？五六五啊？给他喝了呀？啊，那是我金水啊。手机号不是，你说第一轮井上吗？手机号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站我边的，他应该就是对的。是的，不是太恐怖了，全都站边一，那我总得给你钱了。就你不聊，聊梦我也能感觉有那个故事。周公马上就说了，我就聊梦了。我说不是，那晚上砍了酒。导播喜欢法官，再点了。没有，其实主要晚上是依旧说了拍刀，我说那行就拍吧，无所谓的。他觉得自己稳赢了是吗？因为晚上一要砍三的，我觉得三不太像，我觉得六像，六就一直在那。